The Killing Fields》。當年一出呢套戲咧，係令到所有即係觀眾係非常之震驚嘅啫，即係可以從個電影裏邊真心可以體會到赤柬嗰種殘忍手段咧，可以即係屠殺幾百萬人，而即係點會可以做出呢啲咁嘅行為嘅咧？咁當然令到呢套戲個即係有個故事拍戲，跟住之後攞咗金像獎。個政治情況咧，大家都可以去追一追嘅。另外一樣可以提到就係其中一個配角，即係一個外國記者咧，叫 Julian Sand。就 Julian Sand 就啱啱即係佢個遺體被發現啦，因為佢中意行山嘅，不幸過世啊。